芬利尔小队，听到请回答。六号区域发现侵蚀体入侵，请前往支援。收到。情况紧急，请参与本次作战的其他小队协同前往支援。相信平行世界的存在吗？公元2044年，我们的世界和平不再是常态，人类努力地享受着须臾的和平。一个世界与我们重叠，越过次元的界限，来自异界的生物开始侵蚀，我们不得已穿梭于异界和现实。情况危急，芬利尔小队听到请回答，发现未知生命体，请撤离。战斗一触即发。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我以为您都隐退了。欢迎来到我的小队，我是来赚钱的，只要酬劳没问题就行。老师，刘米娜小姐真的是个新人吗？这次该你了，刘米娜。